飞机，房间。我不吃，你走吧。黛西，咱俩说会儿话再走呗。哎，丁一同学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你是我女朋友啊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吗？那好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能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？是我李黛西人长得不美不够飒，丢你脸了吗？不是，绝对没有。那你外面有狗了？我怎么可能有别的狗啊？我也得有本事啊！我只有你。你给我注意！你这是女朋友。那好，你最好能给我一个不公开的理由，我们就继续交往。我就是觉得。我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你看，冲哥勇对骄傲，慧慧养生大师，夏瑞绝世好男人，只有我丁一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泳队垫底，游戏菜鸡。你怎么可能看上我？你就因为这个？这还不够吗？可我怎么觉得能吃挺好的呀？我也喜欢吃啊。游泳垫底，我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了。我不在乎，游得慢还不容易受伤呢。游戏菜鸡嘛，你肯定是，但你愿意陪我玩，我觉得你特别好。黛西，真是眼神不太好。喂，我好不容易憋出点词儿夸你，你就这么说我？吃螃蟹吧。你吧。你也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